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为大家试驾的是 Mercedes-Benz 的 GLK 300。那这台车为什么我们要再次试驾的原因，就是第一，我们上次试驾这台车的时候是大概快两年前；第二个就是它多了一个2011 model 的一个试样，所以我们今天来重新来为大家来介绍一次。那 GLK 呢，算是少数宾士车型啊，就是嘉伟在马路上只要看到它会多看两眼的车型，因为它的外观，我觉得就是它并不是说是好看，可是它却很有特色，很有个性。不太像其他的宾士车型。那 GLK 300它的建议售价是269万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的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它有一个2011年式的一个 model 试样。首先在车头的部分呢，大面积的水箱护罩是 GLK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，加上它的造型设计不像一般的车型会设计比较圆润，它做的是比较有棱有角的。那它的造型从两侧一直斜切到引擎盖的上缘，延伸到 A 柱，让整个车头看去呢，它的线条非常的锐利。重点在头灯的下缘，两侧的雾灯在2011年式的 model， 它采用的是一个 LED 日照灯的一个设计。不管是 GLK 甚至 C Class、 E Class， 未来也都是采用这样的设计，所以传统的灯泡设计已经慢慢要被取代了。车侧的造型，第一个就是窗框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方正，有别于一般的 SUV 车型会做的比较流线一点，再加上上方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行李架，以及整个车身的一个造型设计也是属于比较方正的一个车身造型，利用一些比较有线条、一些比较深的一些腰线刻度呢，以及下方的一些镀铬材质以及窗框的一个镀铬材质，可以创造出整个车色看去呢，它不太像我们印象中应该要有的一个 SUV 的一个车身造型。轮圈的设计另外一个重点，因为它是比较夸张的轮毂，所以它的轮圈搭配很难得在宾士上可以看到原厂就搭配19寸的轮圈。你连 AMG 的版本，一般的房车车型最顶级的搭配到18寸，可是在 GLK 300就已经搭配19寸的轮圈，它的轮圈尺寸是 225-45R19， 前轮是 235-50R19。 在 GLK 的车尾呢，我觉得它的设计上是最成功的。第一个就是有棱有角的一个角度，搭配了少许的一个镀铬材质，他们这样的搭配是最协调的。保杆的设计呢，属于比较向后突出的一个设计，左右两侧最边缘的地方有两个反光板，以及下方是双出方形的一个排气尾管。从车尾看去呢，它的运动化表现也非常的出色，而且整个线条也好，车身刻度线条，还有尾灯的造型，甚至包括尾翼还有排气管的整个排列造型呢，整体来说它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协调的。接着我们打开它的尾门，首先第一个它有电动尾门，在 GLK 300它是一个标准配备，而且开启和关闭都是采用电动的一个设计。整个尾箱的空间来说呢，它大概是有70分的水准，跟国产 SUV 比起来，它甚至比国产 SUV 有些车型还要小一点，不过平整度、宽度还有高度的表现还不错。所以 GLK 它并不是大型的 SUV， 它算是一个中型的 SUV。它的竞争对手也跟我们印象中的像 Q7 啊、像 X5 也不太一样，它的对手应该是 Q5 和 X3 啊 ，BMW X3。那以这三台车的后箱空间来说，它们彼此间的差异并没有很大。那至于在后座还有前座的一个乘坐品质，嘉伟一样前座调到有正常的坐姿呢，后座膝部空间大概是一个拳头有两个指头，整个头部、肩部还有整个臀部和腿部的空间表现，以中型 SUV 来说表现算是非常的好。唯一一个小小需要跟大家提醒，就是它的开门的门槛，第一个门槛的高度和车室的底板有一个小小的落差，第二个就是它门槛的宽度比较窄一点，所以你在后座进出车门的时候，你的双腿在进出的时候，你稍微会觉得比较局促一点。中间因为要走传动轴，所以中间地板鼓起的面积也稍微高一点。接着我们讲内装的部分，首先在这个 T 字造型的中控台上来说，它的材质还是有一些塑胶的一个处理，可是它利用了一些银发丝纹的雾面材质，加上一些钢琴面板烤漆呢，所以让整个中控台它的塑胶感比较没有那么重。第二个部分就是上方这个萤幕，它的这个卡面系统还是一个简易版的卡面，
并不是 Command APS， 所以它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收音机的显示，以及蓝牙声控的显示，它并没有办法另外去升级，譬如卫星导航、数位电视。下方的音响主机也是宾士传统的音响主机，在 C Class、E Class 上面也都可以看到，以及在音响主机的下方就是双区恒温空调。后方的变速箱它搭配的是七速变速箱，所以在排挡杆旁边有一个 CMS 的按钮。如果是五速变速箱的话，就没有 M 这个功能。如果在七速的话，就有这三个功能。当然，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。方向盘的造型是三幅式的设计，左边和右边的控制键呢，也跟一般的车型是一样的。后方是有换挡拨片的。仪表板的造型一样是三环式的一个设计，中间这个萤幕它的整合性非常高，几乎车上的所有电子配备还有行车资讯，包括变速箱的档位设计呢，都是在这个萤幕可以来做显示。两张座椅的材质，它是皮质的材质，在包覆性的表现来说，它是偏向舒适的。两边都各有电动调整以及三组记忆的装置。接着我们打开它的引擎盖，首先第一个，它一定有油压顶杆，超过200多万的车没有油压顶杆就完了。再来就是可以看出它引擎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它引擎的重心比较低。以 SUV 来说，低重心的引擎配置呢，对于它整个操控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它的排气量是299.6cc， 最大马力231匹，扭力是300牛顿米，相当于大概31公斤米的一个扭力。搭配的变速箱，因为它是 V6 的车型，所以搭配的变速箱一定是区区穿的，一样有方向盘换挡拨片，一样有三个模式的一个切换。这个是在宾士它的机械结构上一个传统。最后，嘉伟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试驾心得。首先，我先讲一些，就是嘉伟假设要买这台车，我会选两样东西。第一个就是智慧型头灯，也就是 HID 加 IFS； 第二个就是全景天窗，因为毕竟 SUV 就是要亲近大自然，有一个全景天窗开起来感觉会比较有 feel。虽然很多人觉得全景天窗是非必要的一个配备，可是以 SUV 来说，多了一个天窗，确实可以让整个车型也好，驾驭感受也好，甚至包括乘坐者的一个乘坐品质也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至于在整个车辆的操控界面来说，第一个就是它属于比较短轴距的 SUV， 加上它原本优异的一个组装品质，所以在一个行车路感的稳定性上来说表现非常的好。再加上 Agility Control， 它可以针对你不同的路面呢去调整避震器的阻尼软硬。当你今天需要比较好的、比较舒适的一个行车路感的时候，它的避震器阻尼会变得比较软一点。相对的，今天如果是你要超驾山路或是高速公路行驶，它的避震器阻尼就会变得比较硬。在宾士也好，甚至 GLK 也好，只要有这样的配备呢，你在任何路况行驶，你会发现它的底盘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加上方向盘还有整个变速箱的搭配呢，也会因为这套系统而做一些更改。而接着就是在主动和被动安全，宾士向来强调的主被动安全非常的丰富，不管是 Pre-Safe，不管是被动安全的六气囊，甚至主动安全的一些刹车系统，那每一样配备和国外贩售的车型都一模一样，所以它的主被动安全也好，车辆的扎实度，还有整个变速箱和引擎的成熟度，加上它整个行车的路感和质感，各方面表现，我相信是 GLK 最大的卖点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办一个小小的抽奖，我们好久没有办抽奖了，我们的奖品就是嘉伟手上拿来接见。由台湾宾士提供的 GLK 的外套，冬天也快到了，所以这个还蛮实用的。我们的题目很简单，就是目前在台湾贩售的 GLK 有哪几个版本。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到购车的官网讨论区来做一些回答，我们会在时间截止之后把这五件非常漂亮的 GLK 外套寄到你手上。 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